脱臼就是你爸，是不是韩国人是你爸，最傻逼的 bug 修理天也没有补偿一下。 fuck 脱臼就是你爸，是不是韩国人是你爸，最垃圾的武将强行甩卖脸皮没有底价。 fuck 我只想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似乎留在转盘里边哪个武将最垃圾，花不巧不买一定是你们自导自演的巴西，我们赚的 CP 而不是这块垃圾瓜皮。这一把点拿起手机登上游戏，走起昨日礼包充值到位，哥们想要消费，吸满欧气转盘揉起资源加速勾起头皮，发现情况不对，怎么是他妈的 CJ？ 我以为是我游戏打多了他妈自己瞎了眼，分不清武将头像还是我手机屏幕花了脸，原来都是选了 CP 却给你韩国的大着眼，就问敢那么做的游戏公司是哪家的犬。 Lily, is that you? Come here, good girl.My ass, fuck you, bitch. 脱臼就是你爸，是不是韩国人是你爸，最傻逼的 bug 修理天也没有补偿一下。 Fuck, 脱臼就是你爸，是不是韩国人是你爸，最垃圾的武将强行甩卖脸皮没有底价。 Fuck日你妈退钱。